人在桥上走，魂在空中荡。这条悬挂在千米崖壁之上，隔着屏幕都看着深不见底的天空之路，就是被网友称为给100万都不敢走的天门山玻璃栈道。它位于湖南张家界，悬于天门山顶西线，全长不过60米，宽仅有1.6米，最高海拔达到1430米，足足有400多层楼那么高。此栈道全程采用全透明玻璃铺设，一侧紧贴峭壁，另一侧就是万丈深渊。胆小的人啊，悄悄看一眼就能感觉到腿在发抖。但这也是这条栈道的刺激之处，如同凭空生出的一条道路，感受脚踏青云之上的刺激，山下风景一览无余，好像整个山川都被踩在了脚下，顿时就感觉豪气万丈了。这种眼睛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的奇幻感受，绝对会让你的肾上腺素飙升，让人又爱又怕又难以抗拒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屏幕前的你敢挑战它吗？